大家好，我是大脸。今儿中午俺奶调的蒜苔，给，这是驴肉、豆干、蒜苗、番茄、红薯包，溜了几百溜，还在吃。都蹲到这儿了。我蹲。别，别，知道我下个汤热喝汤了。小桌子背出来了，小桌子，小桌子背出来了。真愿意闹，喝个成吗？你们，你们在这可尴尬。这咱选了汤是啊，他咋样？你尝尝看。哎，下边了，也下边了。行了。我可渴，他家那汤热还是没得喝呢。嗯，俺看脸。你要啥面吃？啥面吃？啥呀？你吃啊？老爱吃。是这个。买了没？买了没？看着像是买了没？太甜了，可甜了。你着火。师姐，初三可来了，混了，混了吧，初三来。啊是。半月。你。初三来，现在多人多，怎么走？哈哈哈。走了。开学都不走。今儿走了，今儿下午走了。开学了，不开学我还不走。今天玩的多没？不跟他玩，哼，那啥都过了。你不上学去了？病走了，你看搁这多没？过了，那不是叫？查不过来了。你们家叫汤圆啊？嗯。你加多少汤圆啊？我没查，多加嘛。我都没吃，我都不吃。你家弄的话多了。老俺家也。俺家做饭都不行。没那么饭做。我认识五碗饭，不吃大米吗？五碗饭。我一点都不懂。说吧，今儿该走了。该走吧。嗯。吃好饭，走吧。嗯。可念你了。这老多，咋都不敢吃，老多咋个都不要来了呢？你再吃这麻辣锅粥咋不成？对，咱俩跟头儿翻个锅去。恁大个子不？一会儿喽，咱翻俩跟头吧。嗯。还翻不翻了？啊，吃了喽，翻了跟头，然后今下午该走走，该拾到拾到，上学去了。等到过两天还来啊。好。嗯。中。哎，心情可复杂。嗯。搁这太呆了。搁这太肥了，我。搁家可不适应。真是死不干。那赶紧冰箱，跟着能搁这能完。搁这有十来天吗？有不？嗯。你吃上三根。走了，老乡。走了，这个。啊，好。你好。走了，这个。走。我还得叫，这也叫了，那也叫了，这也叫了。走了就。来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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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，走了，好好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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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嗯。走了，走了。啊，走了啊！啊啊。